烧一下吧。噔噔，来，进来。噔噔，来。哎，行，我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旭，在《你也有今天》里面饰演秦恒。大家好，我是若楠，在《你也有今天》里饰演陈瑶。那两位在剧中的 CP 名字叫什么呢？摇钱树。那我们摇钱树这个寓意也是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来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叫摇钱树吗？因为我是摇，哎，你是钱，因为我是钱，然后有一个摇钱树，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摇钱树，那个叫那什么树啊？发财树吗？对，发财树，发财树，就是寓意着就是发财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就我们会说你就多说点儿。那我们你有咋说来着？我那个词儿刚背完，我给忘了。有这个词吗？有啊，上午还说来着。我不记得。然后呢？好的，那观众其实都知道，我们钱恒跟程瑶不只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我们也可以讲一下我们剧中其他的一些关系吗？剧中其他的关系？合租室友。合租室友。对。然后。合租室友，然后。上下属。还有，我是他的债主。单方面的，不怎么可能，我签署协议了，协议你是签了的，我们要讲究，我们要走这个讲究法律的流程，对不对？那不是那个在你的那个威慑之下，行吧？对你签了字的呀。好，那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关系？还有什么？还有睡觉关系？助眠？哦，助眠关系。还有助眠与被助眠关系。哦，助眠关系，笑啥？没事。不是我的意思，姐姐刚刚没事，睡不着，就是助眠，助眠。好的，那我们一笑就感觉。不是我在想，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说？助眠。那我们刚才姐姐这样对。那我们在生活跟职场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关系。那我们接下来有几个游戏呢，来决定我们摇钱树里面究竟谁做主。那首先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小游戏，就是用我们的剧名《你也有今天》来进行造句。两位呢，每人用《你也有今天》造句向对方发出攻击，如果哪位接不上的时候呢，对方就输了，就会面临我们的一个小惩罚。造句。姐姐，你给我来，随便来一个。钱恒，你有今天的倒贴。钱恒，你也有今天的喜欢。然后我必须得。回击也用你有今天造句。你也有今天就是啊。程瑶。啊？我应该回击，我应该用什么词儿呢？也不算回击，就是咱俩接龙，看谁对，看谁先开始。但是我一定要用这个，你也有今天的喜欢，不是你说的喜欢吗？然后再接词儿吗？不是，随便，只要带这几个字就可以。你也有今天的直播，哦，你也有今天怎么怎么地。哦。譬如钱恒你好帅呀，没想你小子也有今天，就类似这样也可以。哦，你也有今天的。优秀。你也有今天的帅气。你也有今天的成功。你要再超过三秒钟就算输啊。OK， 你不能想那么久。好，我来了啊。你也有今天的可爱。你也有今天的啊。什么惩罚？快点，什么惩罚？惩罚就是我们要给对方来一个五连拍。就说你有今天的漂亮吗？我说了呀，说过了呀，说过的不能再说了呀。你也有今天的美貌吗？你也有今天的敷衍吗？那我们一个附加题问钱恒吧，就程瑶在剧中的梦想是什么？梦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。那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呢？升职加薪。升职加薪那是前期了，那最大的梦想，整个剧里的梦想就是核心梦想还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，成为合伙人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要是有梦想的人，那我的第一个热身的小惩罚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来现场来准备一个五连拍，然后朋友们可以准备截图啦。五连拍，可爱五连拍，帅气五连拍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祝大家都能升职加薪发财。
好，那下面我们的一个游戏呢，是我们的快问快答版的五官拼贴。然后我们的道具呢，其实是我们钱恒、程瑶，好喜欢这个两个题板。不是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名。哎，今天一会儿接下来直播就他们俩来直播吧。哎，可以来。哎，我们就是、哎、这样，对，我们就这么说话。嗯，无脸男。有什么继续说吧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的这个纸上呢，会有我们里面剧中一些其他角色的一些五官，然后呢，需要我们对，这是女生版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。对，我们要把对应的五官贴到。我看你能不能认得我。对，看看我们最后的成功率是谁比较高。为了给我们的游戏增加一些难度，我们在这个拼贴的一个过程中会进行一个快问快答，然后请两位及时做出回答。这个比例拼的不对怎么办？那就把最后的裁定交给我们的观众们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来进入快问快答。请问钱恒，对钱恒来说是失恋痛苦，还是失眠痛苦，还是工作痛苦？是失眠痛苦还是工作痛苦是吧？那还是失眠痛苦。那对程瑶来说呢，更喜欢做饭还是工作？工作。那提问钱恒，请问你到底有多少个朋友？因为每次都是说我有一个朋友来向大家提问。还在线看的呀，这都忘了呀。什么？钱恒到底有多少个朋友？就一个朋友。那每次提问里面的朋友是？提问你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。啊，那个朋友是我，是钱恒自己。那请程瑶说出程瑶的一个金句。上班认真工作，下班认真睡觉。可以是说我们当代打工人的一个标杆。一言警句。那请问钱恒出行必不可少的一件单品是什么？聪明的头脑。那请问程瑶，你最常做的夜宵是什么呢？有粥、方便面。对，都是我们比较常做的。然后那提问我们摇钱树 CP， 请问在剧中不要乱弄。不要乱弄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这个更怪。啊！我好了，很期待等下的效果哦。好，那请问我们的摇钱树 CP 是谁先动心的呢？钱恒，应该是我吧？是不是我先偷偷喜欢你？我觉得都有吧。有点就是双向奔赴吧，双向暗恋。对。好，那请问大家知道你有今天的剧粉名叫什么吗？那个天选之子吗？好，恭喜都答对了。嗯，那请问我们认为剧中 CP 的名场面？你不出话，问一下你不出话。大家最喜欢剧中的哪一个名场面呢？印象比较深刻的求婚那场吧，很美，就是整个氛围很美。哎，那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对哪场戏印象最深刻呢？印象深刻啊，印象深刻的就是不是也是求婚的，最后的。那我们前后事也完成了吗？向大家展示我们眼中的对方吧。失败。哇，我的天哪，原来我在你戴这几个眼镜和鼻子里，绝对是你的。哦，我还一直以为我怕我自己的比例调的不对，原来。你看，大家看看我的。我这个还可以。你眉毛肯定不是我的眉毛。不是你的眉毛，我觉得应该都是你的眉毛，只是。不是，这些不是，这个我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只有眼睛不是，这个眼睛肯定是不是的。这里有谭英姐跟我姐，这里有吴军，和那个于飞哥。但我觉得。我们俩真的有，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他们俩跟大家直播。别说别的了，至少我这个还可以。对对，眉毛其实是对了的，啊，对了吗？对了的。鼻子不对吗？那我的鼻子对吗？鼻子也对的。我的鼻子对吗？我这个鼻子、嘴巴都是对的。也是对的。对，其实双方都拼对了。不是。但是那就拼比例了。
来。不，别这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，我你们截屏了啊，你们已经截屏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帮我发一下，我到时候存一下。就是说把五官拼对就行了。没想到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均匀的包的脸那个吗？因为我脸大，你脸小更。不要找我。真的，因为他脸太小了，我这个已经放在该放的位置了。我脸大，所以就是对。好，下一个环节。好了，那其实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粉丝发放福利的一个环节。这个到时候留，帮我这个给我留存。好，没问题。粉丝说想要截一下图，我们两个可以再举起来，大家一起截个图。给我。然后粉丝再截个图。对，麻烦你们帮我截下图，到时候这个别败这样证据什么的，我都会留存好，到时候律师函就是发到你那边啊。但这都是你的眼睛鼻子，你看我真的是我脸大的原因。来，你露出来。哦。来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截图啦，留作证据。很不一样的情侣照哦。到时候我一定裱个框，然后放在家里。OK， 好。OK， 来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一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呢，就是最近大家都喜欢一个梗，就是我们生闷气的这个梗。嗯，可不可以现场来还原一个程瑶生闷气不告诉钱恒，让钱恒来猜呢？生闷气的动作。你猜什么？猜他为什么生闷气？猜。我现在必须生一个闷气。就是。对，这因为现在就强制生一个闷气。强制生闷气。猜，这怎么猜呀？考验钱恒默契的时候到了。就是女孩的心思你不能猜，你别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好猜，姐姐。那陈阳可以揭晓答案，刚刚为什么生闷气？你得有一个大概，就是明确一点的方向。你给我一个。我刚刚就是在生我很口渴的闷气，说了一天的话了。那你得跟我有关系。跟你有关系。对啊，你得声音跟我有关系，我才能猜出来。生了吗？嗯，生了。为什么？猜呀。是不是因为我没跟你说话，没理你？不是。那是因为我。因为你脸比我小。他脸真的比我小，咱俩现在平齐一下，平齐了吗？平齐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我骨架子大呀。对，看看粉丝朋友们怎么说。微博不关注，关注我们刚刚就是微博，我们刚刚就是那个直播下来了以后就是关注了，就是没来得及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跑。嗯，那下一个我看看。嗯，就这么。嗯，他们一直在哈哈 哈， 哈，那么好笑是不是？那么好笑是不是？熊天玉，你不像九六年的，我不像九六年的，我像哪年的？零零后，你才知道，他才知道零零后。谁跟你说的？你不生他气吗？生闷气。钱恒可以现场表演一个生闷气吗？我。你表演一个嘛？那你猜猜，嗯、你猜猜，你猜猜我因为什么生气？好了吗？生了呀。因为我胡言胡语。因为我这东西真的，我除非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这个游戏设定就是。男生生闷气，一般生女生的闷气一般会。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？不让打游戏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让去网吧。也有不去网吧的，就是说是跟女孩，那不是都是跟女孩生气的，就是不给零花钱。啊？不是你刚那个采访的时候天天说零花钱的吗？不，男生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生闷气的时候，就是会说，就是你总是瞎猜我在想什么，其实我没想什么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奇奇怪怪的男生。嗯。程瑶已经开始发愁。陈星旭给我火。嗯。
你我没带。大家说，大家今天一天了，问两位累不累？其实前面大家一直在提到说两位辛苦了，可以跟粉丝朋友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。哦、身体是累的，刚开始是，他有点心灵上是不累的。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，对，确实很久没见了。嗯，然后。那个刚开始他有点困，现在是我有点困。困了？啊，没有，特别的精神。是不是听了程瑶唱歌才困的？没有，没有听到程瑶唱歌就不会困。对，我们因为下午有一个环节，就是算了，没事。那我们请问剧中的这个催眠曲，可否现场再还原一下呢？嗯，好，可以，一起来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还是重复对吧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大家去剧里看吧，好吗？整段垮掉，今晚的哄睡铃声有了。整段垮掉。好的，那我们其实来爸爸妈妈做饭辛苦了，我们没做饭呀，我们在直播。陈金旭好帅，他说我们俩不熟。我俩熟是真的挺熟的啊，这个就是。谁说不熟啊？不熟能坐一块播直播吗？你现在赶紧表现出一个很熟的样子。啊、这样用表现，那表现就假了。我们可否爆料一个当时现场有什么哪些趣事吗？现场趣事儿。关于对。就是其实我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游泳的那场。翻船。对，翻船。重点。剧情设定是。老板不会游泳，陈瑶会游泳，陈瑶救老板，他救我。实际情况呢是他不会游泳，然后我会游泳，就等于事儿嘛。老板，我来救你。一喊开机，他就得快救我，快救我！一喊开机，他就得就特别的那个，特别哎，老板，我来救你。然后哗哗哗哗哗，然后一喊咔，其实喊了开机以后到喊咔中间得有两三分钟的时间，因为那整场戏他需要一个拳嘛，一米都没划出去啊。然后你们哎，他们有花絮的，然后一喊咔，救我救我，然后整个环境里面就是这样啊，原地就在原地扑浪、嗯，他怕水，不怕，我只是真的不会游泳，就不会游泳，那不是就也是，然后他带着我游上去的，把我拖上去的。那这一段到时候粉丝朋友期待一下关斗的花絮，我们后期会给大家放出来，好吗？嗯、好的。那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两个游戏结束了，就是现在又进来了很多新朋友，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前面的游戏，我们有第三个游戏来继续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。这个游戏叫做答非所问，然后游戏规则是这样，需要两位呢互相看着对方问问题，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，我问你今天吃了吗？钱恒今天晚上吃了吗？答非所问，你应该回答。今天天气不错。对，就是不回答那个问题。跟这个关要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也会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我们后面的惩罚服务，所以说这一趴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小惩罚先保密。然后来，你们现在三局两胜，好吧？然后两位可以看看谁先开始。嗯，你先开始。你饿吗？我现在好晕啊。你看着我。我现在好晕。哎，说输了，他没看着我。要看，要必须看彼此是吧？嗯，接下来。嗯。你先来，你该你了。你先来。嗯。你又输了。不是你不能去。哈哈哈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开始。开始了吗？哎，你们说开始。来，我喊三二一，开始吧。我都说了，我都问了，我都说开始了。不能，来，三二一，游戏开始。开始。现在真的很晕。你看着我。我坐下来了。吃的好吗？嗯。你这不算问题，你这都没法玩。那我先来吧。你喜欢你也有今天吗？我想睡觉。你现在困了？我想吃牛肉汉堡。那个好吃吗？有没有一种……啊！哎呦，我卡住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输掉！我突然，脑子荡掉了。那你来，你问我，问你问我。
咋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想，我的我脑子荡掉了。咋的？来。你渴了吗？现在就是头很晕。为什么笑？你想下班？我连问问题我都忘了。你是害羞了？我没害羞，我怎么？那你怎么了？我怎么可能害羞啊？心里又不平静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嗯，来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们钱老板连问题都没有坚持下来，那这一把，你看还是再加赛加赛一局。没有，我没有红，哎，啊，真的红了，真的红了，真红了。我只是太热了，热了，因为这个里面就是在室内啊，温度高，嗯，因为我们有两个大灯照着呢，对对，冷光。来吧，那我们刚刚两局您没有问完，然后那这把还是算我们的漂移啦，嗯，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惩罚是什么，嗯，需要您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运用我们抖音的特效功能选择一个，然后来一个抓钱舞，就是跟我们摇钱树的 CP 比较一个手势舞。好，好吧。嗯。然后，朋友们，接下来的惩罚是钱老板的手势舞，大家准备录屏喽。我们现在可以给到看一下参考。有样式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哎，姐姐，特效是哪儿啊？装饰这个吗？是这儿吗？是。然后点特效。破万福利。破万伏击要靠你们了呀！哎，粉丝朋友一起助力一下，早日破万，早日实现福利。你就帮我放在旁边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手指着。我们也开一下音乐。哎，我给你找一个好看的吧，你粉丝可以那个截一个好看的，还没关系，搞笑都可以，你选就好。不不，我觉得这个好看的，来就这个了。好，好帅呀！这个是。给他给你给他单独他们就能截屏用以后没关系，你在你一起都可以。来一起吧，颜色好好看啊，我以后要染这个颜色。好，这个是有颜色。好，我们吧，抓前五了。好，来，三二这里哦，一。你镜头往这边拉一点。OK， 来，我们刚刚要不再来一遍？好，那姐姐姐，这儿姐，这儿。好的。嗯。你来，你来。稍等。哎。嗯。可以吗？嗯。嗯。哇哦！他们说不要特效。是，特效是惩罚。我们可以来，可以再来个镜版，或者可以再选一个，选一个其他的。可以再选一个。可以再选。再来一个搞笑的。再选一个。他们说不要这个特效。好吧，那现在不能，只能那个，不能就是只能那个，就是说，咱就是说啊，咱就只能来个这个了。等一下，我等会儿，这个。哎。不是，他们说换。这谁？选到钱老板搞笑。哎。这个，我说这个。哎，这行。对。哎呦。等一下，换搞笑的。等我一下。你这是不是搞笑？你这是搞我呀？你不是，我就在帮你找，你别那么。就。好吃懒做，你是骂谁呢？不是我不是也在场吗？等一下啊，那位还是这个吧，还是这个吧，旺盛的鼻毛，可以吧？来，我看看我长啥样。大家满意吗？可以在弹幕里面进行交流。为什么我的脸没有放大？来吧，好，跳舞。那我们准备抓前舞第二次，三二一。大家大喊救命，哈哈哈！这就可能是就我本来的样子。帮我们切回来吧，让我们继续了。你别说，挺好玩，挺好看，嗯。挺好玩的，你平时刷吗？姐姐，嗯，对，这个就好，好。对，那加特效了吧。你想加特效？不是，我说刚才那个是本人的，然后这个就加了特效，美颜了一下。哎呀，
觉得大家再 Q 去掉特效再跳一遍可以吗？好的，我们抓前五三下，那你们要多多那个支持我们可以吗？大家记得录屏咯，谢谢。来来，三二一，第三版。感谢摇钱树 CP 送给我们的抓钱舞，耶！谢谢，感觉过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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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，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你进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摇钱树给大家拜个早年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这前面两趴呢，前面三个游戏结束了之后呢，我们。最后几个环节还是回到我们的剧中的 CP 互动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互动环节来。然后第三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的 CP 名刚刚已经告诉大家，已经反复在强调我们叫摇钱树。其实这个 CP 名的话，放在整个市场上都是遥遥领先，非常吉利的。嗯，那想现场考验一下两位，你们用三个词来怎么来形容你们的 CP？ 剧中的这个 CP 摇钱树，用三个词，每个人。欢喜冤家。可可爱爱，势均力敌。 嗯，你也想三个。我说了就代表他说了，好，下一个问题。突然我脑子梗住了。因为他困了。没有，下一个问题。就是反正，粉丝朋友们觉得 OK 吗？优秀。OK。好，那我们其实在剧播之后呢，大家也都评价说陈情绪是入围了霸总101，那作为这个新入圈的人选，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其实我没有想过太多，就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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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霸总的问题啊，其实是这么，这个确实这个角色是这样的，但是还是得呈现出真正他应该想让就是剧本本身，剧作本身它应该有的这个内容吧，还是以内容出发吧。剧情需要他是一个霸总，他刚刚好又长得很像霸总，所以心绪是前行。谢谢你，你帮我圆了一下。突然我感觉我变得很会说话。这本来就会，非常优秀。想把瑶瑶的嘴挂到小黄车。小黄车是啥呀？就是。想买哦，太会讲话了。那然后那第二个问题，然后他大家说看到之前的程瑶醉酒小趴菜这个热死这个很可爱，然后想问一下，就是在剧中的时候，钱恒看到这样的就是程瑶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？在剧中是吧？对，哇，真的嫌弃死了，烦死了都。他吐在了。我的宾利上，我的车上，对啊，我的车上，然后那车我们剧组也就借了两次，其实也不止，其实你刚刚自己说两三次，两三次差不多，也不止完全，好像因为有接戏的部分，然后不是把宾利的标推贴上了吗？对，应该是，悄悄话，悄悄话啊，大家听不到就好了，然后就是就是吐到我的车上以后，那我还得把它弄出来，从车里，那我就是他肯定会嫌弃嘛，非常嫌弃，那只能用外套。这个外套很贵很贵哦，反正在戏里面很贵、哦、多少钱那就不知道，那戏里的谁说多少钱，一万多是吧，戏里说是好像，但是后来没有让说这个价钱，当时我记得是16000，但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考虑到很多嘛，不太合适，然后就不说这个价钱了，就给他，因为为什么我知道是16000，是因为后来写那个清单的时候，他是有的，后来把那个删掉，然后把它弄出来以后放在那个箱子，然后就给他快递过去。那最终这个小趴菜呢，也有一个诞生了一个这样的表情包，想问现场两位老师可不可以互相模仿一下，然后来拍一张拍立得留念呢？当然是你们说什么都可以啦。谢谢。今天工作进展很顺利，拍一下，互拍一张拍立得，不生气。钱恒为程瑶来拍一个醉酒小趴菜。老师看一下您相机开了吗？哦，
应该开了吧？该你了。好，那轮到我们的程瑶为前横拍照了。哇，我们今天拍了超级多，只拍了一个。嗯。可以先为冲这边展示一下，前横醉酒小发财。一二三，好。好了，我给两位一起拍一张。好。好。来，分一分。小泪痕。就给你。粉丝朋友们可以截屏，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拍上帕立德后期送给大家作为福利哦。好，准备三二一。你们是抖音的人啊，还是剧方的人？剧方的。哦。剧方负责抖音的。哦。那抖音的网友呢，其实也说钱恒跟程瑶的 CP 氛围感很强，然后呢想问我们的剧中的正片是不是比路透还要甜呢？你说正片比路透还要甜吗？对啊，都挺甜的。其实是想让大家稍稍剧透一点点后面的剧情，吊吊大家胃口。后面越来越甜了，因为两个人对吧，在一起他是一路怎么还不让别人咳嗽了一路那个就是填下去的，嗯，越来越好，因为它整个风格就是大家很轻松嘛，大家看着不会太累，然后，就是反正自己后面反正我记得我有好多场戏演的时候，自己都就是我们笑停不下来，嗯，行，真的很有意思，节奏很好，嗯，真的是粉丝提问说想，想问问两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？拍定妆照。定妆照的时候。嗯，对，定妆照的时候，当时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好高呀， 好帅呀，然后很好看，很高很高，很帅。嗯，对，这个是我真实的感受。是怎么我就不是了？啊？啊？请老板再多说两句，挽回一下，就不然又要生闷气了。不是，哄不好的那种是吗？嗯，真的，当时。那个我当时记得场景是他说他先见到的我，但是就我们俩打招呼是我说我先跟他打了招呼，因为当时在定妆嘛，在定妆照，然后他往回走，然后正好我看到他了，然后那个我就说 hello。 嗯，我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我真的很怕进一个新的剧组。我也是，我真的，我每次进新剧组的时候都会焦虑一个星期，就开拍那一星期我都会很焦虑。我是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焦虑。我也反正我是提前，然后进组了以后我也，你也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我是真的。然后我以前会失眠。哦，那我没有这么严重。我就很焦虑。我没有这么严重，我就焦虑都有点抵触的那种心情。嗯，我是有点，对，我也怕进一个新的剧组，嗯，因为进新组首先都要重新认识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我们现在这个戏好就好在我们开拍正有一个星期的那个熟悉课。对对对对。以前我们真的上来就是谁都不认识谁，上来就直接演。但我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还没开始，那是第一天吧，第一次。哦，那个开始。对对对，就我焦虑了。我其实都很焦虑，我一直都现在都有这个习惯，我也会，现在也在，但是不会说焦虑的那么严重。嗯，就是反正就是没关系，就后来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哎，反正大家早晚都会认识。嗯，好可爱。可以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哦，拍的真好，我拍的双人。你拍的好，我拍的这个有点刺光了。双人的好看。嗯。那两位就是一个星期首戏之后，第一场戏还记得是哪一场吗？一起拍的，第一场对手戏。这个太难了。开机在哪儿开的机呢？棚里吗？棚里，不对，不咖啡厅。哦，我的哦，哎，我的第一场戏是跟我的案件当事人的。那钱老板呢？我的第一场戏是不是跟你的呀？你那是第一场戏吗？哦，那就是我们那是一场被剪掉的戏，因为那个剧情后来改了，就拍着拍着就是后来改了。哦，对，哦哦哦，对。我但是我们拍的是第一场戏，就是我和他还有吴军还有程曦，就是他姐姐。嗯，我们四个人那场戏就后来被就做调整，做了一个调整。嗯，
那两人的 CP 的对手戏，第一场戏还有印象吗？就是那一场，就是那天晚上。不是，是那天就是四个人的时候，咱俩还拉手呢。哦，对，啊，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，悄摸在下面拉手，啊，嗯，好刺激。嗯，就是他们就是陈晓跟钱恒吧，就是也不算偷摸了，那时候已经就大家都知道他俩是最好的。哦，对，只是撒糖，对，没有明面上这样。对，就悄悄的手勾手那种。粉丝说声音有点小，我们把麦拿起来。那我来，现在可以吗？来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现在声音可以吗，朋友们？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粉丝问你俩的 MBTI 是什么 ？MBTI 是什么？我是 I 人。MBTI 是什么？就是你是 E 人还是 I 人？性格测试。我应该没测过。测过哦，我测过，我是 I 人。啊，我其实我的那个 MBTI 是 E 人，但我咋？所以刚开始大家进新剧组的时候都会有点焦虑。我会蛮焦虑的。我也是，我也是特别焦虑。对，嗯，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到新环境都咋都能行的人。可能也是被逼的吧，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。我就会因为我这种性格，就经常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，就是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比较自如的人吧，我就是会比较有的时候。但如果硬让你去，就是很快速的一个适应一个环境，你不也可以吗？对吧？你也没办法。就是突破自己心灵的防线嘛。对，我也是。我刚开始，尤其是我最开始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，是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就是也啊，不能叫上小学的时候，是小学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是到了一个新环境里。真的就是认识一般的新同学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！每次就是粉丝谴责我为什么不再多给一个麦，不谴责啊！对，怪我，我应该放在中间 ，sorry。哎呦，现在声音应该很合适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加赛一个当然了游戏吧，就是我们双方对对方说一句话，然后对方的回答只能是当然了，谁绷不住了谁就输了。他们老想让咱们背法条，好像不是那么好背的。背法条？《民法典》第1760条，夫妻双方自愿应当签订书面协议。自愿离婚的。我知道，只是呢。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，应当签订书面协议。你记住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还想一点签订书面协议，我这个乐的哒哒哒哒，记不住了。挑战一下当然了游戏。当然了，比如程瑶向钱恒说明天必须给我升职加薪，钱恒也说当然了。来，你先来吧。我先来。怎么的，战术性咳嗽。想一个比较有没有刁钻的问题。程瑶，你，钱恒，我觉得你欺负我。当然了，你不能欺负你吗？你继续该你了。不能欺负你吗？有还能反问吗？可以啊，肯定可以啊。当然能了，你是我老板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只能当然了。当然了哦，明白。好，来。是我审题失误，是不是可以欺负你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很讨厌？当然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帮我想一想，要刁钻的问题。我必须得赢，我要赢。咋了这是？哦，我们刚刚没有，我们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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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只是背一下法条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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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警告我们不要就是，
这个有点吓人了，这个有点吓人了。吓我一跳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对。粉丝朋友们想让我们背法条，我们只是背了一下法条。我们被警告了。我们很严谨的，我们对。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环节了，主要是对，只帮我。你的警告有点。帮我那个，这个对。啊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要赢。东方小孙是什么意思啊？见面会，我们有见面会吗？我们暂时没有。你们能不能有四打五的？我们以后有100打。嗯。你都先演。我都准备写本子啦。对，他都已经开始写本子了。那我们把刚刚采访刨了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开个新本子，开现挂。嗯，想搭什么戏？我们都是很多戏都想搭，那个，他们想加更。我发现我现在节奏越来越好了，特别好。等一下啊，我刚刚说我想让他演我弟弟。嗯，就是很叛逆的弟弟，但是就是只听姐姐的话。嗯，姐姐让干嘛就干嘛，因为他在戏里老欺负我，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所以我有以后有个戏我也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。嗯，就让我演那个他弟弟，然后就是不能反驳，其就是什么事都得听他的这种。对。嗯，也不是不行。行。也不是不行。还你们还想聊啥呀？我们别玩当然了，那个一玩他们就尬住了。前恒成瑶婚后之后的相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剧透。前恒，你们剧透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就是大家不想要剧透。前恒应该很宠成瑶。嗯，对，他很宠成瑶。然后教他背法条。哎呦，不要，哎呦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对不起，没有，嗯，对。刚刚有个大大的警告。嗯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真的第一次遇到。因为你不直播。对啊。在刷威震天啊，威震天，嗯，威震天是我们，你没有看剧是吧？威震天是我们的小狗，小狗叫威震天，对，啊、对，它叫威震天，它叫威震天，你看你，嗯，那今天讲到的这场，现在罚你把，背法条，罚你把剧给我看完。嗯，那既然说到这个威震天，就想问一下，就是新学老师在拍这场戏被小狗扑倒。哦，这个倒是我倒是记得，因为他不是特别听话，嗯嗯，但是很可爱是很可爱的，但他确实如果拍戏来说的话，他没有那么好控制，嗯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比如说让他跑过来，他是不跑的，就是你用食物啊什么的去诱惑他，他都不会照指令完成。但是他小，我是觉得他小，他听不太懂。嗯，你招呼他过来，他会过来。但是你让他，比如说让他跑过来，快速的跑，冲着这个方向，他不一定会这么完成。对，所以你让他去，就是吃我，就是让他舔我，怎么试都不行。后来把他放在这儿，他都不会舔。然后我在脸上就说涂那个，就给我这个位置涂的那个。对，有点像那种营养膏一样，然后他才试了很多很多遍以后他才舔的。他们说但是录出来真的很可爱。对呀，你说威震天吧，就是拍出来以后真的很可爱。对，威震天就是很可爱的，非常可爱。一共有他很听话，他不怎么叫。嗯，他不怎么叫。对，他很不叫。嗯，我家的狗还有的时候马尔济斯那么乖的狗，但是他还会叫。嗯，我家的那只但是他不怎么叫，就很乖，但是就是有，但他也不是特别听话。你在往里坐，人家要出话了。抖音网友都说，程瑶在剧中那个跟随钱恒那个跑步的姿势很逗。然后，请问这场戏有什么有趣的发挥吗？确实挺逗，我也看，太逗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。哎呀，其实就是当时因为程瑶的前期有很多感情用事的那些。地方，然后我可能就处理上，我就希望他可爱一点。嗯，然后对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我们用力过猛了，但是有时候就其实希望他会有个反差吧，前前后后。对，嗯，其实倒也不是用力过猛吧，嗯，我觉得
就是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表现形式。因为我们整个戏的风格是轻喜剧嘛，希望其实更多的，你像所谓偶像剧，它很多有一些桥段可能大家都会看到过，这个必然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努力的去把它合理化，而且尽量的不会觉得重复，让观众觉得哦，这个可能看过，但是出现的不合时宜。我们更多的是做的是让它让它更加的自然和幽默风趣，让大家看着很轻松。对，然后包括整个节奏，因为喜剧是最难演的，包括喜剧的设置的桥段都是非常就是你比如说设计一个桥段，可能我们当时演的时候挺搞笑，但是呢播出来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，这个东西很难说的，就是最难的就是喜剧嘛。所以设置包袱啊，包括我们表演啊，包括导演去剪辑这个节奏，还有当时现场的调控，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其实整体的这个戏呢，也是想让大家更多的说去轻松的去看一下，就是在可能我们都知道大家就比较辛苦嘛，也到年根底下了，对吧？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个年，对，然后大家轻轻松松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哎，拿起来看一看，都很开心，就是、这就比较下饭。然后如果能让你笑两笑一笑啊，开开心心，我们就值得了，对，就很值得了。对，嗯、那钱恒可以模仿一下程瑶跑步的动作吗？然后程瑶给他打分。哎，他那你还是这样拐着的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是攀一边的，就攀一边，那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还不能，你还能不摔倒，这是特别神奇的，协调性极致。那天晚上穿拖鞋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呀，很滑，而且那个地方很滑。对，而且他腿长，跑得快，我确实在努力追他。对，你要给这段模仿打几分？我觉得打十分，他看得很细，确实是一边，他是就是偏了一边，身体偏了一边，对，特有意思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看到。你冲着我后面跑过来，我没看见。后来我这两天才刷这个看到了，逗死我了。挺好的，能让大家笑一笑，就是我们就是很开心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也有看到嘛，就是有一些大家说的不一样的观点，但是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很都很包容，大家也都会去，只要是看了，只要大家喜欢，只要大家看，我们就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对，只要你愿意看，我们就对。对的，对的。哎呀，剧中呢，钱恒捏过程瑶的脸，程瑶也捏过钱恒的脸，来看是不是有整过。我想请问两位互相捏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历程？哎呀，这别提了，这个我可要说了。刚开始还是第一句捏的下巴，是吧？第二句捏的鼻子，第三句还要抠眼珠子，抠眼珠子我肯定就不让了。说还有这个睫毛，这睫毛下去下手那就是眼珠子了，那我肯定就得接词了，再不接词眼珠子不保。老板掐我脸的时候就是在公司里的时候，他想确认我是不是我的脸，是不是吗？有哦，就是那个我，因为你老我幻想，对啊，对，然后确认是不是我的脸。嗯，多少集在一起啊？你就追吧。嗯。抖音网友说很磕大家的体型差，想让两位比一下手的大小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、大家这回知道了吗？他手小。天哪。他手小，他手特别小。今天抖音还有个热搜说，陈天旭老师的手好看的像 P 上去的。我现在说实话啊，我都不敢，我都不敢，就是以前人家说我手好看，人家以前那会儿就是说我手好看，我还真的就是承认一下，我现在都不敢了。第一是因为我健身，然后这个就大家看到这个白色这个东西，可能是缺什么营养元素，或者是我最近研究问题，就不用再猜了，我最近研究问题可能是因为我就是。健身的时候这个练一些力量训练，然后压的，然后就是太就勒嘛，就比如说勾住一个杠铃，然后它太沉了，然后就会把它弄不过血。还有我手上全是茧子，就是健身茧，射箭的也会出茧子，就现在就手不好看，我也不再去再说什么好不好看的事了。好看的。谢谢你一直在 Q。
这样呢，老师想大家想看你给大家比个心，来快来比个心，还有脸颊比心，可以截图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猴。刚翻过了几座山。接下来的线下直播时间都是跟大家一起互动的，大家有什么剧中想问的问题呀，都可以发到弹幕。对，能近一点，不然你俩都凑的不行了。我们就把这个稍微来，哇，哎，那个放可以，没事，来，我给我吧，给我，给我，可以吗？对啊。剧中新剧发火会不会被吓到？陈瑶肯定会被吓到呀。他问的是你会不会被吓到？我是挺吓人的。真的吗？事儿贼大。我记得有一次你那时候不在。嗯。哎，你在吗？啊，你在，就是谁外面谁一个人送你花儿。那个我不在。那晚戏我不在。哦，然后那个包瑞呀、啊，就是那个荣华富贵他们三人组在那儿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我就骂都不用干活了，我声音巨大，当时把景文吓一跳，对，吃醋了，说家乡话，让你说家乡话，你推荐说家乡话，推荐一下你有今天。我家乡话有点难说，简单几个词都行。那我的家乡话主要是没什么可说的，就贼好，嘎嘎好看。哦、你啊要哪？有此歇后词。刚才你是不是教过我这一句？你忘了。叫什么？怎么说？啥意思来着？你也有今天，你有今天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嗯啊，你很好看，对。长得真一般，是我俩长得真一般。那没事，正常。哎呀，我们说点就是聊聊天吧。说个河南话，不会呀，真不会。他说，他这个理论有点像张若楠。聊聊角色的小创作，这个是长得特别像张若楠老师的程瑶啊，他叫程瑶。这个是长得特别像钱恒，陈星旭的钱恒。我们对这个戏的创作，其实就像刚刚说的，就是想做一个前后的反差吧。然后前面就是。陈瑶，你喜欢吃？秦恒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说我是喜欢吃什么？嗯，戏里吗？刚才问的是，我没看到。就问你喜欢吃什么？你跟你的粉丝朋友聊聊你喜欢吃什么。我。嗯。我健身餐。这个人真的很厉害。这个人就是每天下班不管多晚，收工多晚，他都会进那个健身房。对。女主的人设太剩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没有我们的翻译官好看。哎，恭喜你今天新戏播出、哦！谢谢。好看吗？你看了吗？非常好。你到底怕不怕狗？哎，我不怕狗。我也不怕狗。他也不怕狗。对。我是特别喜欢狗的，然后猫，但是可能我更喜欢猫。更喜欢猫，应该是说。那你就不是特别。就是你更喜欢狗，对不对？我会更喜欢，对，也没有说我是更喜欢猫一些，都是就是小，但我想我看这两天那个哈尔滨那个狐狸，抱狐狸的拍照那个我超可爱，我好想去抱啊。那个我没看到，特别可爱，就是去哈尔滨就是有那个小白狐，哎呦太可爱了，长那个，我也想抱，我也想去。要不是太冷了，真的，前两天在拍戏，那个给我冻透了，然后就对冷，现在有点害怕。好。然后刚刚大家想问，钱恒在剧里面被泼连泼三杯水，当时的感受是？三杯水啊！相亲那场。那场戏
其实泼了九次。哪场戏啊？就是你不在，就是你和我妈骗我去相亲。哦。然后我被泼了三次水，三杯水。真泼了吗？你就是你的爸妈泼了一人一杯。重点是那场戏道具老师给用的是柠檬水，我说里面还有柠檬片，我说老师你这个泼我脸上是不是柠檬片就沾我脸上了，然后老师哦对啊，那你倒是换呀，你给我换个矿泉水呀，是吧，咱不用这么实在。哎呦天！然后换了个矿泉水，好在我说了一句，我要是不说呢那就俩柠檬片啪美容了，红酒倒是没泼到脸上。但是你因为你全景、嗯、两个人的近景三个人的近景、嗯、你都要有，所以九条吧，九次。嗯，大家想问程瑶剧里面说喜欢吃黑蒜，想问真的喜欢吃黑蒜吗？我本人也真的挺喜欢吃的、嗯、我觉得黑蒜很好吃。馍真的你吃过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看过那个他不是吃黑蒜的那个视频，就老吃一口。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好吃的。我不行，我都不敢尝试，尝试我都不敢尝试。我那天拍的时候，我就还买了一盒回去呢。什么味道？那不好吃，那没有什么蒜，没有蒜味。没有一点蒜味没有、嗯。没有蒜味。那是蒜吗？它吃起来还得像膏，黏黏的膏。嗯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妈呀！还想聊什么呀？我们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提问时间，我们今天要结束直播啦。嗯，黑蒜，之前有人说肯定很喜欢黑蒜，我是真的有点，就是怕。怕什么呀？蒜味儿。嗯。大家有的刚进来的朋友说没有看到催眠曲，可以再小唱一下吗？太阳公公下山了。太阳公公下山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就是我当时一直就是听着这个歌睡着的，嗯。就戏里面是听这个歌睡着，那戏外听这个歌，真能睡着吗？那肯定睡不着啊，肯定睡不着。你失眠？我失眠，我是失眠，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上这毛病，失眠的厉害。哎呦，我连续。一个星期了吧，都是四五点。为什么？失眠，失眠的嘛。那我要知道为什么，我还失眠吗？那你为什么就是睡不着呀？哇，你是心理医生啊？不是，我就想好奇，我帮你调一调。对呀、啊，那我要是能知道他为什么失眠，我为什么还失眠呢？嗯。嗯，是不是啊？你去看中医吧。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你去看中医吧。嗯、是，应该是去看看。我以前。我拍今天的时候就看中医了。嗯，我们还有两分钟，等跟大家聊完以后，再聊这个问题好吗？大家也蛮想再看带特效拍一下武林拍的，想再尝试一下。带特效啊，来你来吧，特效你选吧。啊，你选的特效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刚才大家截没截到，大家去搜一下就知道了，老好看了。啊，那可不咋地。哎呀。来，咱拍一个过年的呗，然后让大家截一下，你觉得呢？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过年的。嗯，就是大概是那意思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，没，就是喜庆一点的都可以。因为我们的剧叫《谁看谁发财》嘛。但是现在没有、嗯、发财的节日，看看节日呢？新年兔兔装。那不是这个。或者你喜欢的都行，因为我只是有建议。等我一下啊。嗯。我突然间有点没劲儿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给我过来一下，我找不着了。我回不去了，姐姐。哦。是热门你选吧，你选。你选一个吧。我觉得。都是我选的。我觉得都行，我主要是我。钱红也可以选一个特效，对，你选一个嘛，一
我不知道选哪个。斗地主，大家过年不都玩斗地主吗？大家说更不知道是谁了，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安利一下我们的剧。我真不知道选什么。网友说看我们的剧笑出腹，笑出六块腹肌。哎，那就可以。这种呢？这是什么？就有点吓人，妆太重了。你选吧，我真不行，我真的不会选，随便，我听你的。特效就是搞笑的是吧？你就选一个得了。我现在突然之间很难受。耶！斗地主，笑到肚子了。啊！今天心情好好笑。我怎么了？这个很别致的特效给大家安利一下吧。哇哦、wow 啊、好，哎呀，大家也不用知道我们是谁了啊，没关系，并不重要。那个希望大家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你也有今天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松幽默的轻喜剧，然后也会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，然后也会从中去感受到一些，就是看到我们的每个人的成长和变化。然后祝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像看了你也有今天一样，一样的开心。希望大家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我们的剧你也有今天在优酷独播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是一个非常下饭的轻松的轻喜剧。大家要是有事没事就可以看一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把它换回来啊。嗯，换回来，换回来，换回来。哎，这怎么换呢？这个，我这不关掉。OK， 我稍微转一点点。好，感谢大家，然后陪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，就是请大家期待多多去关注后面的剧情吧，后面的剧情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谢谢你们，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，拜拜。